在中国，每分钟7人的癌症。到底什么是癌症？哪些人会得癌症？最近几年患癌症的人越来越多，因为癌症的高死亡率，很多人谈癌色变。在我国，每10万人中有286人患癌，有181人因癌死亡，平均每分钟就有7人被确诊为癌症，每5位癌症患者有3人死亡。人一生中有 22% 的概率患癌症，患癌后的死亡概率是 13%， 这就相当于拿着左轮手枪朝着自己开枪，开了5枪后自己中弹身亡，而这颗子弹就是癌症。虽然现在医疗水平非常发达，但是很多癌症再好的医生再好的医院也拿它没有办法，这就是死神癌症的可怕之处。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，到底什么是癌症？如何让自己不得癌症？保险君查了很多资料，请教癌症专家，得出这些结论，下面用大白话讲给你听。一，到底什么是癌症？癌症的本质是一种基因变异，你可以把咱们的身体想象成一座宫殿，身体的每个细胞就是一个个工人，平时工人们正常工作，该造血的造血，该运氧的运氧，身体这座宫殿运行正常。突然有一天基因变异，有一波工人造反了，光吃不干瞎捣乱，还鼓动其他工人一起造反，时间一长，整个宫殿就乱套了。这批造反的工人在医学上叫肿瘤，他们就像打不死的小强，复制能力和生存能力极强，身体自身的免疫机制和外来药物都很难消灭他们。如果这批工人比较弱，只能在一个地方造反，我们称之为良性肿瘤。如果这帮人比较刁蛮，形成了流动作案的能力，我们称之为恶性肿瘤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癌症。二，哪些人更容易得癌症？前面说了，癌症的本质是基因变异，这种变异是偶然的突发的，并没有必然的规律，所以说白了，每个人的基因都可能发生变异，每个人都有得癌症的可能。虽然癌症面前人人平等，但是每个人得癌症的概率是不一样的，长期接触致癌因素的人得癌症的概率会更高。这就像是过河，每个人一生都会过几次河，掉进河里淹死的可能性也是差不多的。但是有一些人没事总爱往河边走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而致癌因素就是这条吃人的河。致癌因素都包括什么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清单，一类致癌物有116种，最常见的有下面这些：一、酒精饮料，浓度高的酒精会刺激口腔、食道壁和胃壁的上皮细胞，并引发癌变；二、烟草和二手烟、香烟中的焦油等物质，是导致肺癌和胰腺癌的致癌因素；三、发霉的粮食及其制品，花生、大豆、米、面粉、植物油等发霉后可产生黄曲霉素，是一种强烈的致癌，特别是肝癌物质；四、熏制、腌制、烤制的食物以及剩饭剩菜，如熏肉、咸鱼、腌酸菜、腌咸菜等，因为这些食物可产生亚硝酸胺，可能导致胃癌和食道癌；五、被农药污染的蔬菜、水果以及有毒的塑料制品，如劣质塑料袋包装的食物；六、过热、过硬、烧焦的食物以及过烫的水，这些会强烈刺激食道，引起食道癌变；七、槟榔，无论是槟榔果还是槟榔嚼块，都是一类致癌物，长期吃槟榔极易引起口腔癌、咽喉癌；八、某些化学物质，如甲醛、氡气、苯等，是导致白血病、血癌的重要物质，这些物质常见于化工行业、建材、装饰材料等。和这八种致癌物走得越近，离死亡之河越近，得癌症的概率越高。三、如何预防癌症？俗话说病从口入，一个癌字三个口，八种一类致癌物有七种和吃有关，管住嘴是预防癌症的第一原则。见到可能致癌的食物，例如烟酒、烤肉、咸鱼、槟榔、霉变的食物，请一定管好嘴绕着走。根据相关数据统计，人类患癌 35% 左右与饮食营养有关。
35% 左右与不良生活习惯有关， 10% 左右与空气污染、水污染有关， 10% 左右与家庭遗传基因有关。所以预防癌症第二原则，远离不良生活习惯。哪些不良习惯容易诱发癌症？一、不爱运动。加强运动既是有效的肿瘤预防措施，也是有效的肿瘤治疗措施之一。运动对乳腺癌、结肠癌、前列腺癌、肺癌、子宫内膜癌等均具有明确的预防作用。同时根据最新研究报告，有效运动可以将乳腺癌、结直肠癌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 30%-50%， 这是任何一种药物治疗都无法达到的疗效。二、不爱吃水果蔬菜。预防肿瘤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增加水果蔬菜的摄入量，饮食结构中含有水果和蔬菜可以降低几个重要部位癌症的发病概率，如肺癌、胃癌、肠癌等。三、不爱喝水。人体的 70% 由水组成，如果长期缺水，就基本失去健康的身体了。消化道疾病、高血压、高胆固醇、超重、哮喘和过敏性咳嗽、糖尿病等疾病与体内缺水有非常重要的关系，同时长期缺水还容易患膀胱癌。最后再说一组数据，根据国际抗癌联盟的分析，13%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，1/3的癌症如能早期诊断是可以治愈的，1/3的癌症可以减轻痛苦，延长生命。所以预防癌症第三原则，定期体检，一旦发现尽早治疗。中国很多的癌症患者都是在出现症状的时候才来就诊，而此时往往是癌症的中晚期，如果及早发现和治疗，可以大大提高癌症的治愈概率。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，都应该养成定期体检的习惯，特别是人过了50岁，肿瘤发病风险显著提高，与之对应更要提高体检频率，最好半年一次，并做一次全面的肿瘤筛查。总结一下预防癌症的三个原则，一定要记住哦。第一原则，管住嘴，远离八类一级致癌物。第二原则，远离不良生活习惯，多运动，多喝水，多吃水果蔬菜。第三原则，定期体检，早发现早治疗。最后保险君送上温柔的告诫，癌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，与其叫它死亡之神，不如叫它死亡之河。河就在那里，是往里面跳还是绕着走，就看自己喽。